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适合20岁用的眼霜。对于20岁女孩子来说，眼霜以补水为主，配上合理的使用就会有不错的效果。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选择眼霜要注意哪些问题。一、保湿。眼部皮肤比面部皮肤更为干燥，需要保湿效果好，能够长时间锁水，防止干纹的产生。二、质地。眼部皮肤只有面部皮肤1/3厚，眼霜要清爽，不油腻，易吸收，防止长脂肪颗粒，啫喱状质地最佳。三、成分安全，不刺激眼部肌肤，能够舒缓眼部，